我被这些鸟催眠了一个睡午觉。其实我也算在工作呢，这些落叶也不是没用之处哦。这是我的新的裤子，漂不漂亮的秋天裤子啊。这是我的新衣服，有帽子的哦。哇，树上的鸟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热闹啊？不过你们先等我走开才便便啊，好恐惧。这么吵，我讲话也听不清楚了吧？那就让大鸟、小鸟他们唱歌吧。今天中午有惬意，其他的树叶没有密密麻麻，这些没有那么多鸟了，是这一棵树超多鸟在。跟你讲话，这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